看，依照雪碧的个性，他是不会这么轻易的离开我的。看来我还是想办法才行。哎，甜甜啊！甜啊甜！怎么最近都没有看到你跟迪士尼出现啊？康姐之间应该还好吧？康姐飞啊！我想跟我跟你讲哦，其实啊，我感觉我跟伊已经无伫咧热恋期啊。虽然讲伊对我也是足好，足 nice， 但是真正我唔知是要安怎啊。这样，那可以请你递密码一下吗？你没有兄弟恨？哦，你到啥方的意思啊？就是你可不可以当我的女朋友？你恭喜啊！你还要做员工朋友？啊，不过我这什么办法？没办法。你是喜欢我？你真正对我就好的呢。误会了，我是说假扮成我女朋友啊。哦，误会哦。啊，你是给我玩狂犬币啊？你是花销？哎，这个就说来话长了，但我就跟你长话短说好了。就是医生说我得到了胃溃疡，已经活不久了，所以我是想请你帮我的忙，当我女朋友。什么啊？溃疡？你哪会得胃溃疡啊？胃溃疡？哎，这就是我的命啊。我命中带溃疡，无法避免的。好啦，既然你就安尼讲啊，我就甲伊见面有限啦。真的吗？那迪西那边你该怎么办？啊，迪西哦，我甲伊讲清楚，别烦我。你还挂我电话，真的很过分。我就是想要约你出来，跟你谈谈当天我做的事情。溃疡怎么这么严肃啊？不管不管，一定是我想太多了。好啊，那我们下午一点约饭店慈阳发业的2288。相信应该雪碧眼见为凭，他应该就会担心的离开。怎么这么久啊？他以前都不让我等他的耶。过了12秒后，真的是太慢了，我看我来打个电话给他。喂，溃疡，你在哪里啊？现在已经1:12了，你快点出现在我面前。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在一起了，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就是想说这件事情。什么啊？哎呦，你现在连说话的方式都变得跟他一样了，你
笑话啊？哇、啊！海尼，我告诉你一个笑话哦。如果麒麟到了北京，会变什么呢？嗯，你猜呢？是冰淇淋啊、哦！我再告诉你一个哦。台湾有台湾黑熊，北极又有北极熊，那医院有什么熊呢？医院熊啊 ？No， baby， 答错了，是心惊毛巾熊。其实啊，我只刚才就没敢讲。怎么啦，海尼？什么一脸沉重的样子啊？哇，你今天就溃疡啊，来 break up 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轻易的跟我分手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放弃了啊，搞鬼啊！我还是爱郑甜甜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迪星，雪萍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才被甜甜抛弃，现在心情非常的糟糕。给我干！